今天开挖的这些简体呢，我们会送到美国的实验室来进行相关的检测。谢谢你，恭喜各位啦！叫做肉麻当有趣。那主席知道你的心吗？月亮知道。今天我们市政府呢已经正式的进场来开挖相关的一些土壤的简体。那今天开挖的这些简体呢，我们会送到美国的实验室来进行相关的检测，以进行我们后续哦这个改善工程所有的一些前置的工作。一个唔捌讲中华民国的人，一个无把咱的国家的国号天天念珠在你的心内啦，伊要去含。中国国家习近平主席在吃暗饭。习近平讲一句话啦，叫做肉麻当有趣啊。那主席知道你的心吗？月亮知道。我现在没有法，我们在谈和平宣言。和平无价，两岸永存。我今天不求任何职位啊，我是希望散步偶遇，我们是偶遇。